谢谢乐哥的点赞，加帮帮忙点点赞。哎，饭炮哥来了吗？饭炮哥你好，饭炮哥来了吗？屌屌天，饭炮哥。哎，丫头，我正好想问你，你别这么早嘛。你昨天说你这看到那个阿花是阿花，你对他评价蛮好是吗？妖娆，阿花他播了两场，他明天有第三场，他这个新人里面是他播的最多的了。你觉得可以？阿花第一天我看他唱歌可以，但是到昨天我觉得好像又比较普通，但是。油管上面有一个大哥想看看他，再播一下看。那个有一位超级大哥啊，第一个。明天他上再播，明天他再会有出场。明天他会再播啊，无惧无畏挺大胆。好的，谢谢妖娆的点评啊。哎，这头哈阿花没摁嘛，本来是有后嘛。嗯，再考察一下，是我们没有说哪个妹子就放弃了，没有啊，我们就是让她，让他们尝试一下，体验一下先，啊？嗯，会喝弱吧？对，唱歌会喝弱。他们说那个阿花好像弱，他说唱舞跳舞的风格，唱歌的风格，都有点像弱。他说这个动作也表情也有点像弱。永不言败哥阿王要赶紧去找一个非中国的妹子带一下他们 OK， 我正在找兄弟，正在找啊。这个妹子还不如昨天那两个。嗯，好，昨天两个，昨天有一个就是嘉熙和阿花是吗？妖娆妹妹，妖娆妹妹今天累了，因为她明天还要早起，我们让她早点休息，不要那么累，我们下次再听她唱歌。分散吗？城市的一定会有的 OK。 相爱网络里爱来爱去都变成回忆，你的心我最懂，你哭泣我这辈子注定与你在一起。新妹子，嗯，新妹子跳个舞好吧，新妹子会跳舞吗？嗯。希娜，问希娜跳个舞。天老可以啊。阿 C， 阿 C， 阿 C 和阿发都好的，冲仔哥。哎，我们来了几个新妹子了？三个。那铺上妹他得换四个了，四个。我知道，我说来了几个新妹子了，我说有四个了，四个了。然后妮莎说：“哎，我不是新妹子哦。”幸好新妹子很腼腆，但是比较认真，帮你做饭。他是看他愿不愿意做饭啊。欢迎亚良兄弟，亚良兄弟，好，你好。很遗憾，最后我们还是没能在一起。曾经我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剩下的路我就不陪你了。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不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怎么啦？谢谢希娜。谢谢希娜。我们这样子，我们今天大哥们不在，我们打了两场 PK 了。我本来没打算打第三场的，就是我们搞个随机的，不上票的，玩一下，娱乐一下，搞个这个电脑随机的啊，就是大家玩一下啊。哎，嗨，叔，美女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们是四个主播在一起播吗？啊，对呀，他们都是我们一起的。你们一般怎么玩？一般就是打个总票输了上才艺玩才艺局，好吗？好的。嗯，好。那我闭麦了。OK。这么多呵呵，刚才看个动词。那我比人民来困。嗯 ，OK， 就是随便玩吧。我们就是说，不是为了上票啊，就是玩一下，对，换一下口味啊。这随机点的。来吧，海哥，莫冰凉。Thank you.
谢冲仔哥的玫瑰花，谢谢啊。后面这么厉害，没有意料之外啊，谢谢魏文哥，谢谢魏文哥，谢谢魏文哥，谢谢啊。没想到对面这么厉害，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娱乐一下。你别亮，那你别亮啊，漂亮，漂亮，嗯，谢榜，谢榜，老爷们，谢榜，谢谢榜，多难了。谢谢魏王哥，感谢魏王哥，谢谢，谢谢乐哥，感谢乐哥，谢谢。谢谢冲仔哥，感谢冲仔哥，谢谢。谢谢走连山哥，感谢走连山哥，谢谢。谢谢民警哥，感谢民警哥，谢谢。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谢谢啦。快去找个哥唱歌，上台演。他们这边好厉害呀。我们表演吧。好好的，美女，你好厉害哦。美女，你播了多长时间了？秘密，好吗？好，你表演吧，我没有播多久。好，我们找个音乐给点播直播间的大哥和家人们唱一段歌吧。我高低得送一个，好看不啊？宇宙之星，嗯，欢迎灵虎。
欢迎史德成，欢迎楚风。好看吧？你真的得努力送一个，我给你录个屏，到时候。你好，美女，我是来播唱一段歌。超红，那我走啦，拜拜。拜拜，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谢谢魏王哥，感谢魏王哥，谢谢。谢谢乐哥，感谢乐哥，谢谢。谢谢聪仔哥，感谢聪仔哥，谢谢。感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你刚才这个歌好听啊，好久没唱了，太想念。要不唱完算了，等一下唱完我们就扫，唱完你来那就扫。啊，广播妹子对面的主播漂亮吗？我问一下，我给你不少秒吧。哇、哦，他们是好漂亮蝴蝶，是好漂亮，他喜欢的。你看，看看，啊，他说他好喜欢他蝴蝶说，嗯，他说他刚才那个妹子做这个手势非常的漂亮。你咋还问我喜不喜欢？快不麻快麻不少梦不少老不麻不少精的怎么了、哎、你想说什么、嗯嗯他是阿妹的衣衫人都说高原红人都说高原蓝高原上有一张红红的霞他们问我有没有中文歌是喜欢两个人的难以取舍的，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不是喜欢拜西和蝴蝶两个人？啊，雨天快过来，嗯，啊，他说有这首歌啊，管就学学着唱，怎么了？对面是颜值主播
阿喜把刚才那首歌唱完吗？好久没唱了，太想念呀。太想念了。嗯嗯。不接不接了。外西说这首歌他好长时间没唱的，他这是他第一首，这先偏见不给你特地安听那边偏见吧。嗯，没了。这是他学的第一首中文歌。李文。哦。李文刚刚就听你。李文文爱你有多深啊？嗯。哦，那个就是，啊，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第一首，这个是第二首。天蓬远方有你的，天蓬远方有你是有一个叫红胖子红哥，就他学的天蓬远方有你。红胖子红哥的好久没见了，阿管他们咬字不清，纠正一下效果更好。
嗯，好的，可以的，对。啊，各位大哥，各位家人们，今天已经很晚了，大哥们、家人们都很累了，都早点休息吧。就是今天我们就播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大哥，谢谢各位家人们，再见，拜拜。休息了，风卷残云，九零三哥拜拜，逍遥金发拜拜，明显拜拜，风卷残云，风卷残云拜拜，女子王子拜拜，漫步拜拜，德哥拜拜，魏文哥晚安，四卷枫叶好的阿广晚安，你好，再见，彭刚哥拜拜，五二拜拜，下了。